上为大家颁发的呢，就是商品类的广告奖。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入围的有。商品类广告奖入围的有：分享咖啡、分享生活喜悦篇、灰姑娘音乐制作有限公司。自从甜品街开了这家咖啡店，就好像仁爱眼镜早上七点篇，城市广播股份有限公司。搜寻唱歌的人、说故事的人，还有跟你交心的人。仁爱眼镜滑溜篇选定的是雷城市广播股份有限公司，可以跟夏天连接在一起，同时也拥有一种幽默的成分，好来搭配夫妻之间趣味的对话。庄家牛肉面，灰姑娘音乐制作有限公司。从老庄的笑容就知道他嘴里这样说心里。远东有机绿藻 A 加加，早知道就好了篇，正声广播股份有限公司，台中广播电台。也有可能造成小孩子躁动哦。好的，马上我们再来看到商品类广告奖得奖的是仁爱眼镜早上七点篇，恭喜城市广播股份有限公司。创意小组表示，写脚本就像是从柜子里重新发现特别的穿搭方式，让这些特别的穿搭组合展现，正是制作的魅力。哇哦，我们是经典在我心。糟糕了，二十秒已经过去了。OK， 谢谢评审，谢谢广播金钟奖。我们已经是第二次成为入围这个奖项作品最多的电台哦，谢谢大家。那无论我们做什么样的广告呢，我们都使用什么样的产品，看我们的同事还有我们都是仁爱眼睛提供的数十万的眼镜啊。哎，那 DJ 看，万一我们要这个做卫生棉的广告怎么办？我很难相信我这样子要是用卫生棉。拜托，我们女同事那么多，必要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可以试用看看啦。也是也是。好好，这个我们要谢谢这个广播金钟奖，还有谢谢仁爱眼镜，谢谢 Gold FM 联播网的袁志业董事长、苏明传总经理，还有蔡明宏副总经理，谢谢我们的工作团队，谢谢。谢谢，希望各位广告商多多的这个找我们来制作广告，谢谢。那当然，谢谢。哇，刚刚那位光头帅哥，我还以为是王志平老师来了。